粉红色花海粉嫩嫩深浅不一的剑兰，紧邻台铁纵贯线，不时有各式火车飞驰而过，成为最美的背景。这里也是火车明星打卡秘境，不少人专程来拍花海列车，许多游客一到立刻拿出手机拍拍拍，成为打卡热点。花开得好美，去年没有拍到就觉得好可惜哦。对，然后今年听到这个消息就一定马上第一天就过来。剑兰花田在彰化高铁东二路附近的道区，旁边就是台铁轨道和高铁田中站，因此被命名为双铁花田。占地不到1公顷，但大片粉色剑兰花爆发时，搭配呼啸而过的各式列车非常壮观。但因为土地租约即将到期，双铁花田呢将在本周结束，提醒游客前来赏花要注意时间。你听到那个火车的声音的叮当叮当的时候再去拍的时候，那你可以拍一个车头跟车尾的效果，其实还蛮漂亮的。另一边从高空俯瞰苗栗铜锣杭菊40公顷，一整片缤纷的杭菊花海相当迷人。除了雪白色的杭菊外，还有金黄色一颗颗密集的小黄球。它是用寡兰灰做的那个一整排的小鸟。哦，我觉得很特别，漂亮，自然。所以特别利用这个机会，杭菊节的时候来这边看，对不对？对啊。近日进入花期，季节限定的杭菊娇俏可爱，除了可以拍照，还能泡茶。民众赏完花还能买花茶，成为最近赏花打卡航点。三新闻许淑伟、蔡文渊、吴一泽、谢云珍、苗栗彰化综合报道。